我们现在来到 Pattaya。Oh my god！ 萨瓦迪卡，萨瓦迪卡。哇，这也太好了吧！ต้อนรับสู่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นะคะ。ประเด็นวันนี้คือถ้าไม่มีสุดยอดแล้วจะเป็นยังไง也差不多是要揭晓我们飞行嘉宾的时候哎、欸、他是谁我有一个范围身高1.83米八块腹肌人鱼线有请我们这一期帕塔亚的飞行嘉宾谢谢好紧张哇等一下快快把门关上什么叫把门关上什么叫把门关上183公分八块腹肌人鱼线你数啊你数我问一下这是个什么节目我前面一台摄像机我得说话我右边拿着一台 GoPro 我得关照这个关系然后我还得吃芒果我还得说携程的广告我还得介绍世界地名以及当地的美食和旅游攻略然后这一切在降落伞上问题是今天风小降落伞起不来我还得助跑我是来干嘛来了我估计王老师您这一趟没有半个小时下不来了我能上去就不错了今天没风 I'm ready 把高潮还有高潮马老师马老师加油马老师加油加油我的天哪老司机带你上宇宙一边吃东西一边背地名和菜名咱们按照中国的地理位置先从伟大的朝鲜开始朝鲜主要的美食就是腌白菜还有就是韩国的美食也是腌白菜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体验这个帕塔亚最有名的 Tiffany Show 哇我觉得刘维会有一种老鼠掉到米缸里的感觉哇这简直就是太适合我了 Oh yeahWow. 今天晚上我们是要登台的你啊不是我们在携程先做了预告所以携程出了一团专门来帕塔亚看你跳舞是 Lady Boy 的秀冬秀啊那是马老师哇哇转过来他都不转过来还真亲我有了爱奇艺悦享品质